咁咧，我今次會講到蘇聯真戰嗱。我對於蘇聯真戰嘅睇法咧，同好多人有啲唔同嘅，因為我係從聖經去揾，我真係去揾答案。咁我本身係有兩個神學碩士學位啦，咁我係咩都係要查，咩都要研究，咩都要揾嘅。嗱，好多人咧就會咁嘅，患病啦，唔順利啦，侍奉困難啦，失敗咧，就乜都話魔鬼攻擊，就好慘好慘，好驚好驚咁樣樣。即係好多時都會有呢種嘅。情況就亦都會好驚，自己好驚嗱。咁魔鬼會唔會攻擊咧？係會，係會嘅，真係會嘅。嗰個問題就係我哋點樣保守啊？我哋點樣保守咧？就係呢個要點啦。OK 嗱，首先咧，魔鬼嚟到就係偷竊、殺害、毀壞啦。佢真係會入侵生命，真係會嘅。個問題就係點樣阻擋佢啊？點樣阻擋魔鬼嘅作為？咁咧，首先一個觀念咧，就係未信主咧，聖經話咧。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，即是說 不信耶穌的人，他們是有邪靈運行，他不一定邪靈附體，這個最低的，這個最低的，即是不是一定有邪靈附體，不過邪靈影響，即是好像就算彼得他都會，耶穌跟他說，撒旦退我後面去吧，這樣而我們犯罪真的會被魔鬼留地步，這個經文的上下呢都是講到不要犯罪的，咁咧就即係話咧，我哋無論係生氣啦，或者偷竊啦、唔做工啦呢啲，或者其他嘅罪咧，都係俾魔鬼留地步嘅。我哋任何就算脾氣，咁我有一個神俾我教導處理生命輕鬆得勝，你上網揾輕鬆得勝葉牧師 YouTube 咧，葉牧師揾到好多好多不同嘅教導嘅，咁又處理生命啊、處理情緒啊、負面思想啊。任何的罪我自己都是高度處理的，我自己是因為我知道任何的地方我即是被人影響被事情影響我都會 受攻擊的，那神就給我這個得勝無曲，即是怎樣去處理呢，就是留意到我有個罪的意念或者是負面思想或者負面情緒，我深信他一定破壞性，譬如那個人不好先，他攻擊我先，他說我先，我受影響我都一樣受攻擊。其實咧，我哋最近係即係有三個人咧，就個別同我講，就有一個人咧，佢係講咗好多啲負面嘅説話。咁咧就呢件事咧，即係有人啊同佢講，有一個人啊，咁咧就即係我去處理嘅時候，呢個人就將我封咗嗰個 WhatsApp， 然後咧我打電話佢亦都唔覆我。咁咧就呢件事咧，始終係我冇得到佢嘅答案嘅。不過咧就即係呢件事，總之個情況就係咁。即係我話嘅情況就係、呢三個人話俾我聽，同埋咧我 WhatsApp 俾佢封過一段時間，後來佢又開翻嘅。咁然後咧電話佢又唔覆我嘅。咁咧就無論係點樣，無論係有幾多過錯都好，我要決意唔受影響。即係我個重點係呢樣嘢，我要決意唔受影響。佢無論佢做過乜嘢。他沒有做什麼，他就算沒有做都不要緊，我都不要受影響。所以我在這個過程呢，我一直說神一定祝福，因為聽神說神一定祝福的，即是沒有人能夠攔阻神的計劃。聖經多處告訴我們，詩篇118篇第6節，有耶和華幫助我，我必不懼怕，人能把我怎麼樣呢？人可以怎麼傷害我呢？羅馬書第8章我講到，神既幫助我們，誰能敵擋我們呢？是沒有人能夠敵擋的。所以我很深信這件事，就是我走完神的路，我一定呢，總之聽完神的話，完全委身呢，是一定神會保守的。但是個問題就是，即有時人不好，我怎麼呢？我就要放手了，即我不去受影響，我一樣祝福他，我不斷去祝福，不斷為他禱告祝福。這個就是說我不讓他影響，我自己不要被惡破口。然後聖經處理，聖經叫我怎麼做呢？我親近神得力，由我選擇順服。呢個得勝無曲咧，好多用得嘅。譬如罪，我點解會處理？我即刻知道罪有破壞性，我一留意到，即刻我就處理噶啦。即刻親近神得力，然後即刻處理。咁呢個好有用嘅。大家再讀一次，我黃色字留意破壞性，聖經處理親近神選擇順服。點解好多人唔處理？因為佢覺得都唔好緊要啫。咁有時嬲下，咁佢衰梗係嬲佢啦。咁即係覺得有藉口啊。但其實一定是有破壞性，即是他錯又好，我錯又好，或者兩個都錯都好，都會有破壞性的。那我們都不需要定人的罪，我不過我是只是講事實有這些發生，那我給不給事實影響呢？我們同神關係
即係應該係好嘅，但係魔鬼就想攝入，佢總係揾方法攝入，佢總係揾方法。咁有啲人話佢係咪真係攝入到啊？係咪親近神嘅人佢可以攝入到？係可以，因為有好多人咧，佢親近神好投入啊，不過佢屋企關係又破口喎，佢情緒又破口喎，發脾氣喎，佢嗰種專制，有啲人侍奉都好硬、好硬嘅，好強硬嘅，佢都係一樣可以有破口嘅，即係。其實我見過即係我去到侍奉，其實我主要侍奉的目標是傳道人同埋侍奉的人員，或者委身想侍奉的人，我去訓練他哋侍奉。咁我曾經去過咧，就有一個女傳道話俾我聽，佢話我而家咧就唔再同我丈夫一起瞓覺，因為咧佢話咧我丈夫成日都要我生仔啊，即係我生了幾個女，佢都係唔滿意，佢成日想我生仔，我又好抗拒。咁咧咁我問佢而家同丈夫關係點，佢話我日放翻屋企已經好晏，十點十一點，跟住咧我又同我啲女瞓覺，咁啊所以即係個情況就係咁。我話你咁樣樣咧，你遲早個婚姻一定破裂，你個婚姻直情你就一定俾魔鬼入侵嘅。我就鼓勵你，即係話咧，雖然丈夫有呢樣嘢，你可以同佢溝通、聆聽佢、回應佢，即係呢樣嘢合唔合理咧？係咪真係要咁做咧？如果真係冇辦法嘅時候，讓步都唔係最差嘅。咁但係如果你結咗婚，就好似你嘅生命俾曬啲女咧，你即係俾魔鬼即係入侵啊！俾魔鬼入侵喺你嘅生命裏面。魔鬼係好想入個心，佢啲咁多嗱，其實我試過喺不同教會侍奉，都有啲教會開會鬧交，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見過呢啲情況。開會鬧交，點解基督徒會鬧交嘅咧？嗱，有分別，有大家唔同睇法，有不同意見，咪傾咯。係咪一定要鬧交咧？嗱，夫妻都係嘅，好多時咧，夫妻咧就會好容易鬧交。我同我太太，我真係好竭力保守同佢關係。呢個我太太嘅相，我啲手機全部都有佢嘅相。如果你同我一齊，你實見到嘅。咁咧，點解我要竭力保守咧？因為我如果同佢關係唔好咧，就成為破口。但係當我成日佢成日感受我嘅愛，我嘅關心嗱，總係有唔同嘅睇法，同埋咧，我梗有喺即係男女嘅互相睇法咧，都有甩漏嘅。我總有很多地方甩漏了他的感覺，那他告訴我，那我怎麼反應呢？對不起，多謝你提醒我，我努力了，即是我就會這樣。但有些人有搞錯這樣要求，哎呀這個那個，哎呀煩到死了，即是有些就會這樣，這個就是破口，是沒有益處的。但是當我聽到我任何地方我沒有留意到他，我說對不起，我都解給他聽，我說我沒有留意你，其實不是關係問題。在女性來說，譬如說佢話俾我叫我做一樣嘢，我唔記得做，我就覺得係我唔記得做冇記性，佢就覺得係關係問題，就係我冇留意佢，冇關心佢嘅嘢。咁呢個女性同男性嘅分別，男性就係事情即係為主啊，女性就係關係為主，咩都係同關係有關嘅。咁咧我就當我知道即係呢啲事，咁我咪留意咯，多謝佢提醒，咁咪俾我自己生命一個提升啦。其中我一個訓練就係呢個婚姻輔導嘅，同埋個人嘅輔導嘅。彼得都比耶穌話佢啊，佢裡面嘅即係唔係應該唔係裡面，係魔鬼影響佢啊，退我後邊去吧。因為佢做咩事咧？體貼人嘅意思就係人嘅心意、人嘅感覺、人想要做嘅嘢。而我哋真係與天空屬靈氣嘅惡魔爭戰，真係個聖經話喎。從呢個本合呢個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屬靈氣惡魔爭戰喎，所以要拿起神嘅全副軍裝。個問題點樣打法啊？因為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，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，即是有些趕邪靈或者打屬靈爭戰，就是怎樣呢去即不斷地奉耶穌名啊，這個觀音的邪靈要離開你的地區，這個黃大仙的邪靈啊、佛的邪靈啊，這些什麼邪靈全部離開你的地區，這個教會分裂的靈要離開你的地區。這些祈禱呢，我不會反對，不過我看到聖經是沒有這種祈禱的。我只是話佢冇，我冇話佢我反對。我有時都會做，我喺行神行嗰廟我都會咁做。但係咧，我又覺得佢哋不重拜，不斷咁拜，我趕完佢又翻轉頭，即係我就覺得嗰個果效咧未必係咁強。反而我覺得嗱，應該你睇下聖經講點樣全副軍裝係冇呢樣嘢，同埋保羅喺《使徒行傳》，你見到佢俾人捉喎。咁如果照計咪應該奉耶穌名啊？呢、這個咩邪靈啊？呢啲邪靈走咧，佢係冇咁做嘅喎。去到以弗所嗰啲偶像啊，佢又冇去趕嗰啲偶像，佢冇咁講過佢咁樣做啦，冇咁趕佢做，冇講佢咁做，唔係代表一定唔可以做，所以我唔反對人做，不過我只係話時間
嘅分配。嗱，聖經講係乜嘢咧？真理，即係話神嘅真理、神嘅教導為我哋嘅基礎。公義係神嘅耶穌基督嘅義袍喺我哋身上，亦都我哋基督徒所行嘅義。即係話有耶穌嘅義袍，耶穌赦免一切嘅罪，佢嘅義喺我身上，我亦都遵從神一切吩咐。有平安嘅福音，成日都係傳福音嘅，成日都係將人帶到神嗰度。有信心當作藤牌，即係信心阻擋有人話我，有人攻擊我，有人講咩嘢，佢都唔能夠攻擊入嘅，佢唔能夠傷害到嘅。我有信心咁嘅時候咧，呢、这個就係攔咗魔鬼一切嘅火箭。魔鬼啲火箭係乜嘢咧？係你睇唔到嘅，唔係真係有支箭射過嚟，而係啲人嗰啲説話。有啲環境嘅困難啦，同埋咧戴上救恩嘅頭盔嘅神嘅救恩遮蓋我哋，保護我哋。聖靈嘅保險就係神嘅話，神嘅話喺我哋心裏面咧就係呢個兵器啦。然後咧隨時多方禱告祈求。嗱呢度全部冇講到有啲人常常做或者主要做嘅嗰種屬靈爭戰嘅方式。咁我發覺就係話屬靈爭戰就係整個人保護好曬，然後。靠住神嘅道去打仗，將人帶到神嗰度，將福音帶到人嗰度，然後咧禱告去祝福不同嘅人。咁我哋睇到禱告咧，保羅都係話：請你為我禱告，叫我開福音嘅門，俾我口才，都係講到係全部係祝福嘅，個對象全部向神嘅。但有時有啲嘅禱告咧，好多向咗魔鬼喎。咁呢樣嘢咧，即係我就覺得唔應該係主要嘅，即係有時做下我唔反對，不過呢個即係我唔覺得係最重要嘅。咁呢個圖俾大家睇下，即係有個圖裏面啦。呢、这個全副軍裝係乜嘢咧？救恩嘅頭盔啦，最後一樣靠聖靈多方禱告，然後咧就公義嘅護心鏡，就係話咧耶穌嘅公義義袍，同埋我有神嘅遵行神嘅義，有真理嘅帶子束腰撐住我，有神嘅話語、神嘅真理、聖靈嘅寶劍、神嘅道係作為一個兵器，平安福音、耶穌嘅救恩俾我哋去傳揚，信德有信心。一定可以阻擋魔鬼的作為，咁呢個就係聖經所講嘅屬靈爭戰嘅打法。而家好緊要就係耶穌話咗乜嘢咧？我一齊讀啊！我已經給你們權柄，可以剪雜蛇和蝎子，有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，斷我有什麼能害我你們？耶穌講得好清楚啊！已經俾我哋權柄剪雜蛇同蝎子，呢、这個就係魔鬼啦，同埋邪靈啦，勝過仇敵一切嘅能力，佢所有能力都勝過曬，斷我有什麼能害你們？不過當人有破口，即好似彼得咁樣，佢嗰時佢就有破口，魔鬼就可以使用佢嘅説話，本來可以攻擊耶穌，但耶穌咧係耶穌係唔受影響嘅。咁但係如果佢同第二個咧，第二個就會受影響啦。咁所以呢個信心啊，即係喺我自己嚟講，我成日都相信耶穌係得勝嘅，耶穌一定保護。嗱，我都遇見過一啲飛機事件啊，其中一個飛機事件係咩咧？要轉飛機，咁我就計錯時間，我就以為恰下，我又冇瞓著過其實，不過我就坐開，因為嗰度冇位坐，即係我要等嗰個機子冇位坐，咁啊坐開。點不知過咗時間走埋去，佢話咧飛機走咗，飛機走咗，咁我就佢話你要再訂個機票，我再訂嘅時候你喺香港訂嘅，即係你要喺香港度改，總之好麻煩啦。咁我話神啊，你有方法嘅。求你憐憫啦，求你祝福啦。咁我再走去同嗰人講，我唔該你打多次電話啦。佢打一次電話，跟住個口同我眼都擘大曬。哇！個飛機翻轉頭喎。咁我後來問點解飛機翻轉頭咧？佢起唔到飛啊！即係好神奇啊！咁我咧嗱，同埋咧另一樣嘢，另一次情況就係咁嘅，即係我有我嘅英文名同埋我嘅中文名都喺曬我嘅名嗰度嘅。嗰次咧，我就唔知係咩原因，我訂機票咧，淨係擺咗英文名。佢又可能冇問我middle name 啊，或者總之我就淨係打英文名。咁我喺香港時一喺度，佢話你可能去到咧，佢唔俾你上嗰個飛機㗎啦，因為我要轉三程飛機先去得到當時去非洲。咁我求神保守啦。咁啊，結果點咧？全程係完全冇人 check， 全部一睇即刻過，係完全冇問題。即係嗱，我其實我每個人都有不同困難。咁其實我聽到阿 Jenny 講，佢都試過一次個個護照 expire 咗過期，我都好驚訝。佢後來又好似冇事咁樣，我都好感謝神㗎。即係呢啲咧，我覺得係神嘅保守。我即係話咧，神有好大嘅能力。雖然咧魔鬼可以做不同嘅嘢，但係咧我自己覺得第一樣嘢，個心唔好驚咗魔鬼會攻擊先啊。即係個心驚咗死啦，
哎呀死啦，呢次係咪乜嘢咧？咁我哋就堅決耶穌一定得勝。譬如話，如果遇到一啲咁樣嘅嗰啲人嗰啲情慾嘅事，即刻企穩，耶穌得勝嘅，我靠住耶穌得勝，我唔需要受佢影響嘅。咁亦都自己嘅孤單嘅時候，我哋就享受神啦。呢、这個點樣享受神？呢、这個都係我其中嘅訓練之一。其實我啱啱禮拜一開始咧，就有一個講到啊聖靈充滿，講到點樣面對好多人對於靈恩運動嘅攻擊。其實我唔係靈恩派喎，但我係聖靈充滿嘅。咁啊，點樣回應佢哋嘅攻擊，同埋點樣喺聖靈嘅充滿之下，聖靈點樣教導，點樣得力，隨時祈禱。我一隨時祈禱都有喜樂啊、平安啊、愛啊、能力喺我身上。咁我呢個係俾我好大能力，幾孤單都好，我都係可以隨時隨地禱告嘅。喺我第一個太太離世之後，咁我一段時間咧，我一個人咧，我好自在，我日日祈禱都唔知幾舒服，好中意。神為我預備呢個太太係非常好嘅，都係一個好嘅保護同埋好嘅支持，同埋咧佢好多好嘅意見嘅。咁咧，但係喺佢未同佢結婚之前，我得一個人我亦都覺得好好，同佢一齊我又覺得好好。咁所以咧，即係話我哋咩情況都能夠企得穩啦。但係呢個就係頭先我哋講嘅圖啦。咁咧，到底其實點樣可以堵住破口咧？就係第一，從神一定嘅親密關係呢、这個。即係深信神的愛，咁呢個都係神俾我其中一個重要教導。神真係好愛我哋，錫到我哋窿曬。佢晝夜思想我哋，想念我哋苦人，焉能忘記佢吃奶嬰孩，唔憐恤佢所生嘅兒子？就算忘記神都唔會忘記。而且佢係成日歡喜我哋㗎，佢因我哋歡欣喜樂，默然愛我哋，且因我哋喜樂而歡呼。西番雅書三章十七節，一個罪人悔改嗱，我好多人同好多人講，討神喜悅好容易，好多人話唔係有冇搞錯？點會容易呢？咁我就會咁樣回應啦。我話聖經講到一個罪人，就算佢好差，佢一悔改咧，神就歡喜喎，天上為佢歡喜。咁所以罪人悔改，神就歡喜，係咪？即係如果我哋叫做一悔改咧，神就歡喜啦。咁呢個罪人悔改係咪即刻好曬咧？未必係喎。佢肯悔改，神就歡喜啦。跟住咧，聖經講到親近神，神就親近我哋啦。誠心求告耶和華，耶和華與我哋相近，即係親近神，神就歡喜啦。有人愛佢啦。神咧為愛佢嘅人預備嘅係眼睛未曾睇見，耳朵未曾聽見，人心未曾想過嘅。天離地何等嘅高，佢嘅慈愛向敬畏佢嘅人亦都何等嘅大。喺詩篇九十一篇嗰度講到咧，因為佢專心愛我，我就將佢放上高處，我要叫佢成為尊貴。所以咧，愛神係最緊要，係最大嘅戒面，亦都係對我哋最大嘅保護同埋祝福。又深信神愛我哋喎，嗱，呢個唔係單面愛喎，係神真係好喜悅我哋。希望我哋大家都深深相信呢樣，因為好多基督徒就覺得咁嘅，神愛世人，全部都愛咁一扎喇咁愛啦，都唔知邊個打邊個，一扎喇咁啊，成班咁愛啦咁啊。但係神係逐個愛嘅，他是愛我為我舍己啊，係逐個逐個想念，佢喺我哋前後環繞我哋，按上我哋身上。有啲人話係有冇真係咁做啊？當我哋發覺我哋軟弱唔聽話嗰時候，神有冇感動我哋悔改啊？親近神啊，神會掹我哋翻嚟。即係話我哋唔聽話，佢都掹我哋。我哋親近神有冇平安輕省咧？有，即係神同我一齊。即係唔聽話，佢就同我一齊；聽話更加同我一齊。所以咧，當我哋有呢個信心，即係我神咧俾我三個祈禱，佢有幫助。一個咧就係恩典嘅禱告，成日宣告起身，耶穌愛緊我，耶穌祝福緊我，耶穌加力俾我，耶穌同我一齊，係好有幫助。點解？因為好多人就話。哎呀，我唔夠好啊！神唔中意我啦，好慘啊！咁樣冇力嘅。第一起身，耶穌而家好中意我啊！佢真係好中意我。我一諗耶穌咧，耶穌好歡喜嘅。然後第二咧，我又愛慕神啦。呢、这個敬拜禱告，我感謝你、讚美神就歡喜喎。第三個咧，神俾我一個好好嘅禮物，就係互動嘅禱告。就係當我任何時間悔改，神就歡喜。我一愛神，神就歡喜。我相信神愛我，又歡喜。有信心，神就歡喜喎。有兩個人神特別稱讚佢有信心，一個就係呢個迦南嘅婦人，佢話狗都食主人桌子上掉下來嘅碎渣兒，佢睇到即係話神嘅啲咁多渣俾我，我都夠噶啦。耶穌就話你嘅信心係大，你嘅女兒就得到醫治，因為佢就係相信神啲咁多恩典已經夠用。咁另外一個百夫長，佢話你一句説話吩咐，好似我權下嘅人，我叫佢去就去，嚟就嚟。你一吩咐即刻成就。嗱，呢兩個人都係相信神嘅應許。神既然話咗佢係愛我哋、親近我哋、睇重我哋、回應我哋，而家講到侍奉咧，唔係話你要去到幾遠幾遠。當然你去幾遠係梗係好啦。
但係聖經話咩啊？一杯涼水俾一個小子都不能不得賞賜，係咪？耶穌講得好容易。耶穌係 make it easy for everyone， 係好容易嘅。但係唔係話我哋停留喺一杯涼水啊？我哋一杯涼水神都中意，咁何況我做更多神又會紀念，係有今生同埋來生嘅賞賜係最好嘅。但係我侍奉嘅動力唔係賞賜嘅，當然賞賜都係。我最緊要我就係我見到太多人好憐憫佢哋，好想幫佢哋。其實揾我嘅人好多嘅，因為我網上好多影片，所以成日都有人揾我，又釋放下醫治啊。真係好難好難嘅生命，乜嘢都難曬，乜嘢都冇曬。我哋照樣好耐性，一次一次幫助。我哋中間嘅人都係嘅，佢哋都有困難，真係揾我啦。我係不厭其煩，一路不斷去幫助，永遠都唔會排斥任何一個人，因為我嘅心憐憫任何一個幾微小或者幾偉大嘅人，都係神所喜悅。當我有呢個神嘅心咧，我就有不滅嘅火喺我裏面不斷推動。我都希望大家感受到呢種嘅心態咧，你有呢種神嘅關係咧，真係咧水火不入嘅，真係唔使驚嘅。堵住破口，任何罪、負面思想、負面情緒，有啲人咧祈禱好勁嘅喎，不過翻屋企又鬧交喎，同普通人唔睬佢嘅，同仔咧又鬧交，成日話佢你唔聽話啊，你唔屬靈啊，你冇用啊咁樣，即係佢冇堵住個破口啊，佢唔知道其實佢用咗脾氣，因為人嘅怒氣唔能夠成全神嘅意，係嚟脾氣改變唔到人嘅。咁然後咧就親近神、遵從神同埋侍奉神。聖經講到侍奉咧，係個個都應該做嘅，係必然要做添嘅。因為聖經馬太廿五章嗰度講到咩咧？講到咧就係埋藏喺地裏面嗰一千兩銀子嗰個，佢咧要趕喺外面黑暗啊！嗰度係咪天堂啊？趕喺外面黑暗嗰度啊，哀哭切齒啊，係咪天堂啊？嗰度唔係天堂，係地獄嚟噶。然後咧，嗰、那個冇做在小子身上嗰啲山羊咧，亦都係進入永刑。我們不是靠行為得救，我們是信靠耶穌得救，但是真信耶穌是會遵從神和侍奉神的。如果我們因此埋藏，就是神不喜悅的。但是 我侍奉不是就是哎呀死了，哎呀千萬不要落地獄，即這個是最低層次的動力，不要落地獄，即我們應該信靠親近遵從，這個最基本的同神關係，信靠親近遵從侍奉。但是起碼是這件事，但是呢不是說只是怕落地獄，而是說其實神俾我哋咁多好，我哋就堵住一切破口，真係行神個路係最好最好嘅。咁我今日分享到呢度就好簡單講俾大家知，唔使驚嘅。其實我去好多地方同人講邪靈，多到不得了。有好多人咧，嗱，我聽過好多人講嘅，佢話咧唔好按手祈禱啊，嗰啲邪靈咧走去沾染翻嚟。但我真係唔覺得有沾染，我唔覺得有不安啊、攻擊啊、唔舒服啊。一啲都冇覺得，其實我去到嗰啲地方有啲邪靈都好勁嘅，點樣勁咧？一路講到佢忽然間邪靈會發作，或者一祈禱就即刻彰顯啊，大把真係。但係咧，我心裏面一啲都唔怕，魔鬼係被踐踏嗰個，我點解要驚佢咧？一驚就有破口啦。但係如果有信心同埋同神關係好，但好多人嗰個關係就係有破口啊。點解用人量度神？點解咧？因為爸爸媽媽或者丈夫妻子都對自己很多要求，很多律法，你要做什麼，你要做什麼，你沒做什麼，所以個心很大壓力，覺得神都是這樣的。很多人覺得神又怎樣，哎呀看到我的不好，我的罪，我的軟弱，又沒有侍奉，我的心態又不好，有即很多總是看到神看我們的不好。但是聖經說你一知道罪悔改，神就歡喜，你的這麼多做神都歡喜，那何況你更加委身的時候更加神會歡喜。但委身很重要，不要驕傲，因為驕傲就好像你起屋又拆屋，或者你有罵人你又起屋又拆屋，那做什麼？你有沒有試過起屋又拆屋的呢？一路起一路拆，一路起一路拆，不會的嘛。如果是這樣的時候，就心很單純，很單純，就是想祝福人，想祝福不同的人，想將神的恩典帶到給更多人，經常都告訴人聽神的美善。在我教導之中，其中一個神給我好的教導就是發揚神屬性、查經法和講道法，經常都讓人知道神多好，神經常掛住我們、錫住我們，在什麼經文都看到。掃羅，我今天在講掃羅，我講掃羅的時候，我講到掃羅的好不是他好，是神一早揀選了他，神不嫌棄他，雖然他逼迫耶穌，耶穌不嫌棄他，神來到向他顯現，然後感動他，將他改變，
然後咧亦都將呢個異象賜俾亞拿尼亞，然後咧又賜俾佢，佢又見到亞拿尼亞嚟，佢又感動亞拿尼亞去嗰度，然後咧兩個碰埋一齊，為佢祈禱得醫治，然後佢嗰個得著聖靈充滿，然後佢生命提升，佢又回應神喎，成個生命提升。但係呢個全部開始都係神作為，唔係佢先嘅，係神做先。我成日都睇到神做嘢先。當我軟弱嘅時候，神揾我哋，神感動我哋。所以我一諗到神，我就好中意，我又好感動。好多時我諗到神，我會流眼淚，我會好感動同埋好中意。咁我都希望大家有呢個神親密嘅關係咧，你就容易堵住破口，亦都能夠親近神、遵從神、侍奉神，能夠呢個兵器啊得勝，將人帶到神嘅面前。咁我哋嘅訓練就係想係咁嘅。我哋嘅訓練其實完全唔係為咗錢，我本身侍奉係冇受薪，因為神供應我，呢個都係神嘅恩典啊！神供應我能夠去列國，係神嘅大恩。咁我好感謝神，我要善用我有嘅時間。其實我已經66歲，但係咧我係唔會。如果70歲退休，我真係覺得太早啦；80歲都太早啦；90歲都太早啦。係啦，最好120歲，所以有幾耐就俾我幾耐。只係我只係覺得。神俾我好多好嘅教導，同埋神嘅愛好大，好想俾多啲人知道。而我去好多地方，佢都聽，好似聽新聞咁嘅。啊，神咁愛我哋嘅咩？哇，真係咁愛啊！咁簡單嘅啫，好似聽新聞咁啊，即係好似未聽過喎。但係真係好多基督徒，就算係傳道人都有好多好大壓力。咁樣神就俾我同我點講咧？教會係我噶嘛，侍奉係我嘅，神噶嘛，都唔係你嘅，你自己就做好你嘅本分，我會搞掂你啲嘢啦。咁嘅時候咪放鬆啦，咁嘅時候侍奉就會輕鬆。即係我係想興起更多人，所以當中也有心呢、這個受呢個侍奉嘅訓練提升嘅，係我係好樂意去幫助你嘅。我哋都有助金嘅，即係我哋收嘅費已經好低，同埋有助金幫助啲有需要嘅人。亦都我哋唔會叫人轉教，因為我如果叫人轉教，我就一路起一路拆毀嘅。我係唔會咁做嘅，我係即係話佢哋喺邊度侍奉係佢哋嘅選擇，呢個係神俾我嘅托付。有冇問題想問啊？關於啱啱講到呢個屬靈爭戰啊，點樣打呢個場仗，或者神嘅愛啊，點樣堵住波？有冇有隻想問？有啊，我想問一下，